老师们好，欢迎来现场。我们现在揭开了哈，见真章了。如果是亏盘，那就亏了，那代表红宇十万就亏一万了。你打这通电话，那十万就亏一千了啊。那红宇说现在立即开，有人已经知道了。哦，为什么已经知道？他11点多已经打电话进来，他已经知道红宇这一支股票打开以后是赚钱还是亏钱了。同志们来看一下哈，你不要跟了哦，玉金光，啊有赚钱无？来，投资朋友，来，看一下哦，十一点嘛，十一点嘛，啊、哦，十一点，来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十一点在这边，228，现在235，七千，这有超过一趴无？绝对有啦，绝对有。我告诉你，赚钱那么简单，赚钱简不简单？很简单，只要你把电话打通，11点的时候你把电话打通。如果你太晚了，那你现在打预约，明天可能你觉得红宇要宅电扣令错过没关系。红宇告诉你，现在先打，先预约明天的，好不好？先预约明天要给你的股票，就这么简单。把握机会，你自己看啊，宅电卡来。今晚是没赚钱啊，赚7000啊。那后面要不要赚？要赚多少？你不要去追了哈。黄宇成告诉你，这现在是极短线，立即赚，好不好？把握这个机会，把电话先打通，预约明天。今天赚的，明天还要再赚，好不好？11点到这个时间点，不用一个钟头，好。7000块赚起来了啦！投资朋友，你搁咧等7000块赚起来了啦！把握机会，预约明天。那一句话，操作顺利。